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于月仙，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战斗在一线医护人员的日记。3月3日，星期二，今天是我来武汉的第29天。想起刚接到支援武汉通知的情景，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。这段时间收到了很多亲朋好友的祝福与关心的信息，道不远人，国无南北，正是大家的支持与鼓励，使我信心满满，斗志十足。春已至，行向前，等春来，盼成开。我们与时间赛跑，为生命而战。亲爱的好姐妹们，3月8日到了，在这里我也衷心的祝福全国战斗在一线所有的女同胞们，祝大家38节快乐。战斗在一线，感恩有你们，谢谢你们辛苦了，等你们凯旋而归，保护好自己，盼望你们早日归来，